韩国高校和南市南英工商之战今天下午2点钟在台南市举行，由韩国高校先攻，双方的严密防守使得球赛在前四局没有任何一队得分。第五局韩国首开纪录攻下一城，暂时以1-0领先。第六局南英全力反攻，连下两城，反而以2-1超前。第七局双方均无斩获，中场南英以2A比